金刚倒坠，右脚微微打开，重心过来，右腿提左脚，双手提起来，划一个圆，落步，马步蹲好，站稳，手拉圈拉圆，微微旋转一下，身体要挤起来，保持稳定。好，腰拳冲拳，膝盖往上顶，站稳，再落步，马步要站稳，两手臂要捧圆。好，现在再打一片啊，我转过来，结果放下。好，右脚打开，一打开，重心要过来，重心马上过来右手边，一定要站稳。再打一遍，开，你看，站稳马步，抬左腿，两手往上捧，腿收回来，两手往侧面滑圆，下潜一下，往下蹲，手旋转，在身体前面旋转一圈，肩要保持放松，左脚打开，你看左脚转打开，然后右手握拳，左手往上拧，后腿收回来，和拳头一起往上冲，往上顶，左手手脚往上按，好，保持稳定，蹲马步。好，我再打一遍啊。啊，有几个要点要注意。第一，重心要站稳，肚立腿要站好，保持稳定。第二，一蹲马步，腿要扎实，肾要急，手要松，啊，这个基础要打好。你看，手松开，好，握拳，手掌和拳头配合，再微微往下蹲。好，现在我转回来，再打一遍。站稳，手腿同一时间抬起来，手腿滑圆，往下蹲，手旋转，啊，肘保护肋骨。冲拳，膝盖往上顶，手脚往上按，站稳，支撑好，再蹲马步，拳头放在手掌里面，两臂捧圆，金刚倒坠。